青春制作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木家护鱼的训练生黄一鸣，这是我20年来第一次参加节目，所以我没有经验，会有一点点紧张。现在呢，我的面前有3个水晶球，他们会给我一点经验，让我来看看吧。第一个水晶球，他和我说的是要努力。对，虽然我现在的能力可能不太好，但是我的进步空间很大呀，所以我承诺我会好好的加油，不会一直待在 F 班的。第二个水晶球，他和我说的是要自信。自信的女孩子确实是最美的，我们在气势上呀绝对不能认输，所以我承诺我要每天在心里对自己默念100遍，我是最棒的。第三个水晶球，他和我说的是要快乐。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阳光快乐的女孩子，所以我承诺我一定会以一个积极阳光的心态去面对我遭遇到的每一次挫折，然后带给我身边的人还有支持我的人快乐。青春制作人们，我会好好加油的，和我一起吧。大家好，我是江丽健。大家好，我是黄觉。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大家好，我是蔡文静。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和惠子。祝黄一鸣在青春有你的舞台上，在青春有你第二季节目中大放光彩，勇敢坚定地做自己，在节目中取得好成绩，努力向前，一切顺利，取得好成绩，努力向前，取得好成绩。